你好，欢迎收看5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卢宇慧。为了表达对母亲无穷无尽的爱与付出的钦佩及感恩，在这个温情满意的月份当中，花莲县政府5号上午10点钟在县府大礼堂举行了109年模范母亲表扬大会，由县长徐正伟亲自到场加冕全县的模范母亲。
受肺炎疫情影响，花莲立夏出产的大西瓜产销也受冲击。县议会农政小组总召王燕美五号亲自率领小组成员南下玉溪地区农会，来了解目前的产销概况，也前往了西瓜园听取瓜农的心声。王燕美他也捎来好消息说，县议会六大小组共同订购花莲大西瓜，要增加瓜农们的农产收入。市长魏家贤五号上午前往了中原路视察道路整平改善工程，这项工程呢是由开口契约厂商施作，预计两天就可以完成。由于在施作期间呢会造成用路人不方便，市长请乡亲可以多多包容。而市长表示说，未来民众如果有反映道路坑洞或者不平，会以破损状况来斟酌评估。施工所也希望透过道路品质改善，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安全交通环境。109年度花莲市 AC 整皮改善工程经费有1380万，从4月1号起到110年的3月31号为止。开口契约厂商必须以分批方式办理市区道路的 AC 刨铺作业。第一批位置就在中原路，也就是中华路口到中原地下道口，大约220公尺左右。市长魏家贤五号上午特别前往现场来关心施工状况。
这是我们一个道路的 AC 号，这个部分是开口契约的部分。那我们从今年的四月一号开始，到明年的三月底，都持续在花莲市的部分，有关一些老旧的道路，还有一些狭小的巷弄的部分，我们都会做一些道路的铺设。那我们会有优先顺序来做相关的工程，道路 AC 的一个来做一个重新铺设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知道花莲市哈，近期除了中央之外，还有县府机关，还有到公所，都有非常多的一个重大公共工程，那确实也造成了民众的非常不方便哈。那在此，我们也会尽量的赶快把一些公共工程的速度加快，让民众的不方便性能够减少。那也请大家能够多多担待。那在 AC 铺设的部分，我们只要民众来反映跟建议，那我们会斟酌来看优先顺序破损的状况，来做按照破损的程度来做赶快的修补。那也希望所有民众在我们工程在做铺设的时候，都能够让我们工程单位能够顺利来执行，而不要随意的抢进，为了方便把车开进我们的一个施工现场。那今天的部分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协助，也分担一下我们也谢谢我们这些工程人员的辛苦。施工所建设科长徐国成也表示，为了避免道路刨铺之后再一次开挖，施工所在施工前也询问了各管线单位，请他们在道路修缮前可以先提出说明，避免重复开挖招惹民怨之外，也要让道路刨铺作业可以平顺完成，让民众行经道路时可以安全无虞。记者会换事报道。